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Frank 你好，周磊好。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是说移民加州的人为什么要挑矽谷湾区？对，那今天讲的就更细了。对，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在包括上一次的节目，可以说是想要移民北加州必读的一个参考资料，一个宝典。谢谢。那也希望 Frank 把这些内容越弄越详细，那对于新移民更丰富，对新移民实在是有太大太大的帮助了。好，那 all in all 呢，都是说事实上要买房子卖房子都有它重要之点，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也不要把它太复杂化。对，现在就来听一下十大最重要房地产买卖的重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买卖房子呢，有的时候呢是一个 teamwork，到处很多这个 seller 跟 buyer 呢 in the middle of transaction want to kill each other。的确是哎，好恨好恨。其实可以避免的嘛。很重要的那个十大这个方法啊，就说当然就是第一个呢，要卖房子的时候呢，70-30的家具的摆设、到空屋的这个卖法呢，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人就该感觉到空间。所以我说70-30就把70%的东西要收起来，哎、就是30%到其实空屋的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一进去哎很 spacious 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如何呢？从全面装修到部分装修，因为帕罗阿托有很多房子，他居然整个 remodel， 他花3万块钱，他就可以卖10万块钱，他有这种方式，这种做法。那当然，有的我们很多这个 seller 呢，他就把这个房子呢，就是像那个 kitchen 方面，把这个观栏呢改一下 ，instead the tile 这种方式。但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要清洁，要干净。嗯，清洁干净是 clean is sexy。 对，我卖过一个空屋，它是很旧的，但是居然我们会把它打得干干净净的，连玻璃都给你擦了。嗯，40几年的玻璃都给你擦干净，所以一下就卖掉了。突然觉得房子很亮。对，所以干净很重要。研究市场的趋势，这很重要。当然是买主也好，卖主也好，就把这个趋势这个研究一下。这个就像股票一样啊，上上下下。所以这个啊，春天是卖方的市场，冬天呢是买方的市场，这是固定的啊。这个第三、第四，过去6个月的房地产销售与过去的这个开价的比较，这个啊是 list price 跟 sold price， 是 list price 是高，这个 sold price 是低，还是都差不多，还是往上加？所以这里面每个区都不一样，所以就要这六个月的要抓紧。最重要的是，这个房价是开高走低好呢，还是开低走低？开高走低，还是开低走高，还是不高不低？这很重要，因为标价就是一个艺术啊。把 HOA 的文件都要准备好，哎，卖房的 HOA 一定要把银行的这 pay off 的信息呢给要 title company， 不要说哦，最后哦我 pay off， 你那个 sales 我 pay off information 还没有啊，这 delay 这 close escrow， 把所有 disclosure 文件呢都要检查报告，都和检查报告所有 inspection 都做好，然后呢，这个房子的尺寸哦 square feet counting information 常常是错的，50%是错的，那哪一个是对的呢？ Okay， 你要自己查 ，OK， permit 要准备好，这 permit 一定要，还有时候警察报告。Police report 都要准备好。我最近卖了一个呢，不好意思，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不知道什么原因，20多岁就去世在房子里面。所以我们把警察报告的都交给 buyer 呢都要做说，哎，没关系，就 close 了，对，这样的，所以是很重要。所以然后呢 ，vacant， 哎，在这个 MLS 上面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当然 HOA 也包括了，但最重要的还是 vacant go direct show anytime。这个是 keyword， 对，因为 agent 最恨的就是 buy appointment only， 那卖不掉了。太多 restriction， okay， 不好，所以呢，就是、你要换钥匙 ，easy。这个我跟你讲，钥匙很重要，你要把钥匙啊，你有不好看的钥匙，赶快把它换掉，换一个新钥匙。我看都很容易卖。OK。对，这个你要想到这 easy access for the agent，easy access。对，房子里外的颜色，那个颜色 OK 很重要。我卖一个房子，他曾经换了3个 agent， 但是我一换，我一接手就马上换颜色。这个什么颜色呢 ？beige 的房子外面的 beige 的 body 啊，然后 white 圈，谁都喜欢，一下就卖掉。对然后呢，这个最少这个庭院要打扫干干净净，要修好。OK，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庭院的这个整齐是很重要的。我叫 haircut， 剪点头。OK， 好，最重要的那个喜欢那个马上就要写 offer。Never wait, OK? 因为呢，把这个 DU 准备好，就是 Desktop Underwriting， 就是 Final Approval Letter 要做好，投款的银行的证明，这个表的 Approve Fund 要准备好 ，OK？ 没有 Loan， 没有 Appraisal， 哇，好，这太可怕了，这 Contingency， 但是你没有 Loan， 没有 Appraisal， 很容易就被接受，你可能有6天的 Inspection Contingency 就够了。但是呢，很多 Agent 说啊，请问你有多少个 Offer？ 错，我告诉你，你太累了，搞不好已经卖掉了。
所以你要喜欢就下，赶快做，对，在当机立断 ，OK， 明确的指示，我什么时候看 offer， 固定的时间呢，让经纪自己亲自来 present 的 offer，OK，、okay? 还有有时候呢，甚至呢面试这个买主。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买主很重要，他真的有诚心，哎，他坐过来跟 agent 转转，哎，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做什么？哎，很就是说很 eager 的样子，你觉得他非常 sincere，你就说，哎呀，这个房子应当是属于他的，好 ，OK。所以呢，这很重要，因为这个团队这个交易是不是很顺利呢？就是一个 teamwork，OK、okay?。Final walk through 这个最后的一步 ，final walk through 交换邮件地址，重新换锁，这个让 buyer 重新要换锁，因为有时候房子是空的，有时候 liability。水电的自动转换、清洁，帮这个 buyer 把做个 professional clean。OK， 那买主要知道自己的 home wanted policy， 这都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十步呢，只要做到是顺顺利利的 close。OK，win、okay, win win all party， 四个 win 什么？四个 party。OK，、对对对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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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action。两个 principal， 两个 agent。所以这个就是 Frank 呢，他做房地产26年吧，28年了，这个所有呕心沥血的经验写出来，这个十大宝典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更完整的 Frank 还 create 了一个 non-profit 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更能够帮助所有，即使您不住在湾区，也可以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了解湾区的点点滴滴。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我们中文到美国来是非常生疏，这个国家并不是我们的国家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可是说，我说我这样吃牛肉面，这是最好吃的，在湾区牛肉面哪十大牛肉面这是哪里？啊，知道了呀。Okay, 我想去哪里玩？我想去 shopping， 我买一个很好的 LV 皮包在哪里？I know 对。对最有名的大学在哪里？最有名的十大这个我们老中这个医院这个服务最好的在哪里？买十大名车在哪里？我们老中最喜欢吃十大那个有名的啤酒是什么？哎，我们老中最喜欢十大的居住地方在哪里？对吧？这个都是一个。所以我就说哦，干脆 create 一个 non-profit， 大家希望大家就是说有时间有兴趣，上次就上网啊，就帮我们写一些。大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我现在做这个网站是真的是等于就是啊抛砖引玉一个网站，希望大家都喜欢。是的，这个网址的名称呢就叫做 franktop10.com， 这个 ten 就是阿拉伯数字。再说一次 franktop10.com 里面应有尽有，包罗万有。今天的节目太丰富了，谢谢，非常非常感谢 Frank， 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的9点，我将要访问的是贷款的专家，他的名字叫做米歇尔王，不要忘记哦，敬请准时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拜拜。节目由 CH Premier 昌兴珠宝钟表金行赞助播出。来宾与赞助商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言论只代表他们本身的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